嗨，大家好，我是巴黎朱老板。那么有粉丝希望我在能更视频的时候多更几期视频啊。那么我们今天又来追加一些视频。今天我们来开箱一个册子，这个册子的封面就是世界名画《元首在巴黎》啊。那么我们跟着元首一起今天去巴黎看一看。包的挺好的。这边的背面，这是正面啊。我们看这本书，它周围也是包了书皮，对吧？卖家也是非常爱惜。我看这个卖家的描述上说是女生自用啊，非常爱惜的。那么这个背景就是希特勒他站在这个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前面嘛。然后这个书的标题呢叫做《和希特勒一起在西线》啊。我没记错的话呢，这本书是在1940年10月份的时候出版的，也就是德军当时在西线势如破竹的时候。那这本书的这个封面，它就是一幅世界名画。当时这张照片真的是传遍了全世界各大那个媒体报纸的头条。那么我也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希特勒这个巴黎之行嘛。当时反正是德国跟法国打了6周之后，法国不就投降了吗？然后希特勒跟法国代表就约在法国一个叫贡比涅的地方嘛，原先是一战时候德国签署投降那个协议的。那么在那里希特勒就跟法国代表以羞辱法国的方式就签下了这个法国二战时候投降的协议。并且这个协议当中有一个非常可笑的条款，我们现在要去看非常可笑，就是呢里面有个条款说当这个英国战败的时候，德国才会释放法国150万的战俘啊。因为当时这个法国代表他想，法国不是抵抗了6周就结束了吗？那么法国投降了之后，其实整个西线就只有英国在抵抗了。那么法国认为英国肯定也抵抗不了多久嘛。那么也就是说，很快这个法国战俘在这个英国投降了之后也就能释放了。但是没想到啊，一直到4-5年，对吧？英国不但没投降，还战胜了。所以说，法国那些战俘呢，就一直关在德国的战俘营里边。就到战败的时候，德国战败的时候，法国战俘才释放了30%左右啊，有上百万的人还关在德国的集中营里边。那顺带讲一下那节火车厢的命运啊，就在签完了那个投降协议之后，希特勒他就命人把这个火车厢运回德国进行巡回展览，来歌颂他的功绩。但是在德国快战败的时候，那么他就命党卫军赶快把那个火车厢炸掉，然后给掩埋，就是不让法国再把那个火车厢运回去来羞辱他嘛。但是呢，后来德国这边还是把那个火车厢给挖出来了，挖出来之后再归还法国。现在不过我们看也只能看到那个剩下点遗骸了，就看不到完整的车厢，现在都是复原的。好，那我们再讲一讲就是希特勒的巴黎之行吧。在这个签完停战协议之后，3天之后呢，希特勒他就坐着飞机嘛，飞到巴黎去了。当时是早上5:30就到了，到了之后呢，他就开始一行人就开始游览巴黎嘛。他主要去了2个地方，一个是巴黎的歌剧院，还有一个是拿破仑的墓地啊。巴黎歌剧院的话，他对里边的布局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因为他对建筑非常感兴趣嘛。他其实老早把这个巴黎研究的非常透了，就是巴黎上那些景点他根本不需要导游，他都能摸得一清二楚的。他就自己在已经云游巴黎了很久了，在脑海之中。所以说他参观巴黎歌剧院的时候呢，他竟然能发现就是里边布局的改动啊。就比如他跟那个导游说，这里原先是不是有一个客厅，然后那个导游就很震惊嘛，说确实，就是不过这个因为几年前歌剧院进行一次翻修嘛，进行格局的改动，就把那个客厅给它取消掉了，连这种细节他都能发现。那么在这个拿破仑墓地呢，他也是许久的徘徊啊。这个就像当年那个拿破仑打到德国，对吧，在这个腓特烈大帝的墓前徘徊一样。那么巴黎的其他景点啊，包括卢浮宫啊、巴黎圣母院啊，希特勒他只是开车溜达1圈啊，他都没有停下来进去看。他反正感觉兴趣也不是很大吧。那么最后他就是登上这个蒙马特高地嘛，俯瞰一下巴黎，包括就是留一些留影嘛，拍一些游客照。在巴黎总共待了大概3个小时啊，他就坐飞机就回德国了。那么当时他们曾经讨论过啊，说要不要在巴黎搞这个大阅兵呢，在那个凯旋门前边。然后希特勒他就想啊，他想就是他自己的大业还没完成嘛，他说他现在没有什么心思在凯旋门前面搞阅兵。那所以说这里也要辟谣一下，就是很多人认为希特勒在巴黎搞过大阅兵，对吧，但他自己是没有去参加过大阅兵的。
但他回德国之后呢，就马上给施佩尔下令嘛，说要重启这个日耳曼尼亚的建设计划，因为他觉得当这个柏林改建成日耳曼尼亚之后嘛，一切修复工程完成了之后，那么巴黎在柏林面前只不过是一道影子而已。关于希特勒的巴黎之行啊，一直陪在他身边的施佩尔是有详细的记录的，在他的回忆录当中，他写了这么一段话，我读出来给大家听一听啊。他说：上午九时，观光结束，得见巴黎是我一生的梦想，如今天如愿以偿，我说不出自己是何等幸福啊！这是希特勒说的。然后接下来是施佩尔的所想，一种感觉在我心中转瞬即逝，我觉得他有点可怜，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巴黎观光，仅仅用了3个小时，竟使他这个处在胜利顶峰的人感到如此幸福。那所以说，希特勒总共在巴黎只待了3个小时啊，他可能觉得以后可以经常去吧，但是他后来其实再也没有机会去巴黎进行这种游览了啊。我们来打开看看里边是记录哪些，因为他是记录德军整个在西线的，他说和希特勒一起在西线嘛。那这上面写的是纳粹党的图片社出版的啊。也是教授啊，一本教授写的。那我们打开这本书的序言啊，这本书的序言的作者都是非常有重量级的，他是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老大凯特尔写的。我这个名字的签名我看了半天啊，才看出来的前面这个是个 K。 那么他后来也是在纽伦堡审判的时候被判绞刑了嘛，被绞死了。我们往后翻看看啊，前面就讲这个40年，你看他是5月10号的时候的坦克，这么多坦克，他们在搞那个闪电战嘛，应该是，反正就各种这个冲锋时候的照片啊，这上面写的啊，说冲啊，跳啊，前进啊，前进啊，对吧？大家看这里还有 Achtung Panzer， 注意坦克。哦，这是被这个德国空军麦耶对吧派飞机来炸掉的结果啊。其实这个闪电战一定要是要配合空军来一起打的，假如这个空军不行了，这个闪电战他就打不怎么起来了，所以说德国后期闪电战不是就不行了吗？就是因为德国空军的力量也不行了啊。你看这房子被麦耶炸的啊，这些都是投降了啊，这个德军士兵在勇敢的向前进啊。40年5月10号的时候，在攻占荷兰，伞兵们开始跳了啊，伞兵们啊，元首跟士兵们亲切的握手交谈啊，还有一起合影，元首非常亲切对吧，站在 C 位啊。这是他们轰炸英国了，他说这是英国了，英国的土地了。哇，这张照片感觉非常精彩，这个是飞行员跟坦克啊互相对视，这个拍摄角度绝了。这是一架这个法国的飞机被击落了嘛，这是被德军轰炸的街区。所以说虽然有很多新纳粹说德军德累斯顿啊那些汉堡被轰炸，其实他们炸别人也是差不多对吧，被炸掉的这个房子你看跟德累斯顿不是差不多吗？啊，德军的飞行员笑得非常开心啊。这下面的配置是，这是希特勒他指挥的一个地堡，他从这个地堡里出来，然后这是希特勒他跟陆军的将领啊一起开始研究地图对吧，希特勒和麦耶，他跟麦耶两个人关系是非常好的，你看好基友对吧。这是希特勒他开车去前线啊，沿路欢迎的民众，这前线已经变成这样了啊，希特勒开始指点江山了，指挥前线了。在希特勒在战地厨房吃饭啊，非常能吃苦对吧。这应该是前线阵亡的那些德军士兵的墓地，那么他去纪念一下这些德军阵亡的士兵。
这些都是法国被击毁的坦克啊，法军举手投降了，希特勒会见各种各样的军官啊，跟士兵展开亲切的会谈，看望伤员，这个德军的炮也太大了吧，看起来。我靠，这本书居然都是图册哎！这就是我们著名的防空炮了，应该是对吧？希特勒和戈林啊，眉开眼笑的。啊，正在接电话的希特勒啊。啊，这后边是介绍海军了，就潜艇 U 型潜艇嘛。这是这个在 U 型潜艇里边待了很久的德军士兵啊，因为要在潜艇待很久了，出来之后这个头发胡子都是很长了。我们看这里是讲敦刻尔克大撤退了，就是当时英军和法军嘛，对吧？是幸好有这个机会在敦刻尔克撤了几十万的士兵，要不然在兵力在当时都被打完了，那就惨了。所以这件事件也是挺神奇的，就当时麦耶他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对吧？现在也是有很多争论嘛，到底什么原因，就对德军也是一个转折点嘛。当时德军要是在那里把他们都剿灭了，那其实历史也有可能改写的。这里是英军他们留下的那些军备啊，还有很多法军的头盔啊，法国的坦克啊，全部都留在敦刻尔克的海滩上。我们看现在是从德国的视角来去看敦刻尔克大撤退这个事件啊，他们可能能这个伤势喜办，对吧？把这个当作他们宣传的一个工具，估计也是就来宣扬敌人如何逃跑的吧。没想到这个最后会反噬，对吧？把他们放走了之后，那这些都是在敦刻尔克的海滩上拍到的景象啊。哎呀，普通的老百姓啊，普通的老百姓难民避难了。这是比利时的军队啊，也是举白旗的，对吧？啊，这个是马上他们停战的协议要生效了，然后他们在这个房间里面等待停战协议生效啊，就法国投降的协议。然后生效了之后，你看他们在搞什么动作，对吧？开始庆祝了，你看这一行是什么 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 德意志高过一切。这句话在德国现在也是不太能讲的啊，就说之前德国战车不是有首歌里边用了这个歌词嘛，其实也是有一定的争议的，但是德国战车它应该是反讽啊。开始祷告了。哦，现在德军进驻巴黎了嘛。凯旋门前面啊，希特勒他喜笑颜开，对吧？哦，他这里还把希特勒在一战时候的照片也放在这里啊，1916年呢。哪个是希特勒？大家说猜一猜。希特勒在法国的教堂里啊，这是马奇诺防线嘛？他这里放一道马奇诺防线也是为了羞辱对方，对吧？啊，希特勒上山下乡了啊！嗯，这就世界名画了，完整版的世界名画。这是拿破仑的墓地啊，希特勒在这里。我们看他视察巴黎的时候，主要是带着他艺术界的小伙伴啊。左边这个是施佩尔嘛，啊，后面又是他跟小伙伴的合影了，对吧？啊，这就是他在那个他们签字的那列小火车嘛。他们签完了之后啊，他们把这个希特勒把这个车拉走之后，就把原地给用炮火炸了。但是就是之前一战时候那个法国那个将军的雕像还留在旁边，就是故意恶心他的，就让他看满地的废墟，满地的焦土。又回德国了。回德国之后，
这一战这个希勒真的封神了，大家看，这是希勒从那个总理府阳台上往外看的。最后这张图片你看用的还是这个希勒和麦耶对吧，两个人握手，深厚的友谊啊。好，那我们这本书就今天开箱到这里啊，我们下期视频再见。